除了玩家职业上的更新以外，还开启了副本系统以及排行榜系统，这些都是得玩家在游戏探索的东西，对王力来说也不算特别重要，毕竟副本都是大同小异，至于排行榜更是没什么意义。游戏前期这种排行榜基本不具备稳定性。研究了一番游戏更新内容后，王力戴上游戏头盔回到了游戏新手村，依旧热闹非凡。王力踏入传送阵，场景一转就来到了主城内。游戏世界与魔法的奇幻风格，主城的建筑亦是那种中世纪欧洲的城堡风格，简约、单调、大气、粗犷。一座魔法高塔矗立在主城中央，令整个主城充满了史诗感，到底是全新模拟，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绝对不是建筑网游可以比拟的。系统提示：发现格林城，获得经验1000，游戏里跑图也是可以获得经验的，是风景党的福利。格林城是位于勇者大陆东方的一座普通主城，其名称源于城外的格林之森，升级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游戏里的玩家个顶格的勤奋，尤其是刚开服的游戏，稍微停顿片刻就有可能被人超越。王力官网上浏览更新信息的功夫，已经有不少玩家完成了出村任务，来到了主城并完成转职。此时王力身旁就有3-2的玩家组织队往城外走。王力停顿了一下，打开主城地图，往弓箭手靶场的方向走去。来到主城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转职，转职后有多重属性加持，同样是10级，转职后的玩家比未转职的玩家实力和属性要强出一个次元。来到弓手靶场，弓箭手的导师凯琳的声音就在王力耳旁响起：尊敬的勇者，你是来转职的吗？没错，王力点了点头，反正不是来当靶子的，请选择您的职业分支。凯琳道：神射手。王力不假思索，从官网上的介绍来看，猎人花样多，有宝宝，能控能输出，属于主流玩法， PVP 很强，配也不弱，但王力自认为并非那种年轻的大手子，繁琐而复杂的职业反而不适合自己。神射手固然不及猎人这般花样多，可个个都是输出技能，一个字就是干，相对就要简单多了，简单粗暴才是王道。好的，凯琳点点头，随手一挥，一道光芒洒在了王力身上。就在王力以为自己转职成功的时候，身上突然迸发出一道黑色的光芒，把凯琳的转职特效给弹开。系统提示：转职失败。凯琳见状一愣，皱着眉头问王力道：阁下似乎不适合神射手这个职业，您身上有一股莫名强大的力量。莫名强大？王力闻言突然想到自己有一块隐藏职业转职令牌，心中一震，赶忙从怀里把令牌掏了出来，问凯琳道：难道是因为这个？这是凯琳看到王力手里的令牌，面带惊讶之色，指着王力不可思议道：这是重装弓手转职令牌，想不到你身上携带此物，难怪无法被精灵之力赐福。那我现在可以转职了吗？王力问道。不，勇士，在下只是精灵，无法给您赐福。而你的意思是你无法为我完成转职？王力满头黑线，合着说了这么多废话，鸦雀不能给自己转职，太坑爹了吧。没错，凯琳点点头，一点都不感到惭愧。倒霉催的王力失望地转身便走，走到靶场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脚步，回头问道：那我应该找谁转职？您应该找泰坦族的阿尔泰先生。凯琳如实道：这破游戏一如既往地坑爹，得亏自己问了一句，不然还真不知道去哪里转职。谢了。离开弓手靶场，按照凯琳的指示，王力很快就在主城街道找到了泰坦族的阿尔泰。这个阿尔泰简直太显眼了，王力身高1.86米，体重230斤，一身腱子肉，放在普通人身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块头，可站在阿尔泰面前俨然就是一个小孩子。不愧是泰坦族的后裔，阿尔泰具备巨人血统，身高足足有1丈，极其健壮，全身包裹着重甲，腰间挎着一张2米多长的巨弓，就站在主城街道一众 NPC 之间，鹤立鸡群，一眼过去第一个就能发现他。小家伙，你找我做什么？见王力来到身旁，阿尔泰往后退了一步，可能是把王力踩死。转职？王力简单扼摇道明来意。转职？就凭你？阿尔泰十分不屑，显然十分看不上眼前的王力。这是我的令牌。王力掏出令牌递了过去，阿尔泰接过令牌看了一眼，满脸怀疑道：令牌是真的，不过你有这个实力吗？王力一脸懵逼，什么鬼？合着自己拿这令牌还不能转职不成？这破职业门槛有点高啊。哼，阿尔泰哼了一声道：我的传人不是那种柔弱的精灵可比的，您如果想拜入我的门下，必须得通过我的试炼。说着阿尔泰手一抬，
一道光芒从天而降，将王丽笼罩其中。系统提示，你接受了隐藏任务，阿尔泰的试炼泰坦之力任务等级 S。 任务内容，击杀哥布林领主洛雷林克一分之零。任务奖励，获得重装攻守职业。任务背景，只有强大的勇者才有资格继承泰坦之力。这王丽满头黑线，搞毛啊，这是自己都有转职令牌了还要做任务，这破游戏敢坑坑一些吗？更让王丽郁闷的是，这转职任务竟然是个难度等级高达 S 级别的隐藏任务。所谓隐藏任务，本就在触发，难度奖励层面高于普通任务。 S 级别的隐藏任务绝对算得上是天启纪元任务系列中的最高难度。之前王丽接取的猎杀15级白银 BOSS 獠牙魔蛛王的任务也不过是2级而已，这个转职任务难度却高达 S， 可见这个任务之难。拿到了转职令牌都不让你好好转职，这破游戏设计师态度之恶劣，简直闻所未闻。王丽又对这个游戏的坑爹之处有了几分了解。